Hello，Hello，Hello，真的晚上好，我好棒的见证分享了哈，真的哈，这个如果自己没有体会到的话，没有喝到的话，根本是不会有这种 feel 出来哈。那么真的要谢谢阿宝老师哈，也是，去年的这个时间我接触到太和之水哈，那么这一个太和之水真的是带给我很多的意外的惊喜哈，我老婆的8年的偏头痛好了将近80%，那么我的小女儿的那个皮肤病也好了将近80%，真的这个困扰着我们大概有8年的时间了，去看医生也看了，去专科也看了，药也吃了也涂了都不会好哈。那么很奇怪哈，就是这样子的水可以带来我们很烦的东西，慢慢的把它减下来的哈，真的。那么我个人的一些呼吸系统跟消化系统也慢慢的改善哈。以前我只要是2餐没有吃啊，那么第二天早上我的胃就会开始痛了哈，会有胃酸哈。如果没有吃药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去医院打针了。所以这些东西累积下来。当然是有时候是压力呀、吃的东西呀、熬夜啊这样子出来的哈。那我知道这个胃病应该有16年了吧？我应该有16年了。那么现在真的是多多利好了哈。我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月开始哈，不懂，总觉得说现在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胃酸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都已经很 perfect 的了，所以。当然，我吃的东西会比较注意一些啦。我个人吃的东西，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嘛，所以如果我倒回去吃的话，以前好像有一些比较干燥的东西啊，或者一些比较黏的东西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啊。不过我不要去试啦，怕等下会。不过我是觉得不会啦，这样子的。所以我对我们的这个太和之健康水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把握哈。当然，它不是一个医疗器材，不过只要你相信，它肯定给你奇迹哈。那么再来就是我的姐姐哈，我姐姐是不喜欢喝水的，那么接触了这个太和之水，我就教她怎么去喝水，一天喝6杯到8杯。那么她5年的月经，她已经5年没有来月经了。过喝了我们这一个6个月过后。他月经来了，所以他也一半，他也担心，一半他也很开心。担心是什么？为什么突然间会来？那么第二开心就是因为他可以再青春，再还可以再健康了。所以在这一方面，真的也要感谢我们的公司了，还有我们的梁总哈。要不是他启发这个东西，或者带来这个东西，我们根本是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哈。当然。我真的也要谢谢我的上线哈，我的贵人哈，也是阿宝老师哈，真的他也是无私的每一个月或者只要有来砂劳越的话，我们一定是在一起的哈，一定是去打拼的哈。那么当然接下来的话，我们更要努力了，因为这个疫情捆绑了很多人哈，很多人。那么我近期最新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家庭有5个人，就是初二的时候，他孩子发烧，那么他们怕是 COVID-19 嘛，就去验了，过后 result 出来的时候是 COVID-19，那么接下来就是他爸爸，那么他女婿，哎，不过啊，他女儿也都有了，只有一个没有，就是他老婆，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婆有喝我们的胎儿之水。他们有没有喝？他们有喝，不过他们不多，1杯2杯，他们也不喝的。他们很常都是喝咖啡，一天可以喝3、4杯的。他的孩子每天在外面做 sales，就是因为这样子回来了，研究一下，就是这样子做了我们的那个 positive。所以现在一个孩子出来了，另外一个她的老公还在隔离中心呢哈。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加强在水的这一方面哈，就是我们喝水只是提供一个比较人家比较明知道的那个就是免疫力跟抵抗力这两个我们说出来的话，大家应该比较认可。
80% 都明白这个是什么东西，只要加强这个东西，让他们知道我们喝水就是要把这两样提高，这两样把它提高，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解决了。好，可以，好，谢谢大家的聆听。好好，那么是你白掉。